别急嘛，是这样玩的。你看，这不就完成了吗？你家宝宝真乖啊，脾气好还聪明，不像我家的，又笨又没耐心。你是怎么教的呀？好孩子啊，都不是逼出来的。我用这五句话夸孩子，他迷失在我的真诚套路里，变得越来越优秀。一，宝宝，你说的太好了，继续说。觉得宝宝内向、胆小、害羞，这句话能让孩子变自信，勇于表达，还能加深母子感情哦。二，字写得好认真哦，都没有写出格呢，这是在夸态度。三，宝宝真棒了，那么多同学都放弃了，但是你坚持下来了，这是在夸毅力。四，妈妈特别喜欢你整理的房间和书桌，比我做得好多了，这是在夸习惯，从小让孩子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。五，你一直在努力，现在进步了，妈妈为你骄傲，这是在夸努力，让孩子明白只有努力才有结果。各位宝爸宝妈记住了吗？